大家午安好，这边很多都是认识的这个乡亲朋友。我简单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里的第十代，一定有很多人认识我。第十代出生在这个大武，这边以前是大武村啊。民国48年，我被80岁大家叫这里，我只在。当时这里都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建筑啊，所以这个是现在比较怪事啊。那么今天实际举办这个举办这个说明会，实际本身这个团体是公益团体，这个公益团体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事，我想你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不必我在这里再强调说明。那么实际送跟他建，我想已经10几年了吧，啊、哦，一直改一直改。我记得当初是一个词，第一个这个词第一个叫医院嘛，这个职业，现在这个医院是盖的新店，对不对？新店已经开幕了，已经有多少病患都医了，病人病已经救了不是的人哈、哦，那么已经医了，本来是盖在我们这里，那后来第二栋又改了叫什么国际儿童医院，我不太清楚。其实儿童医院我觉得200%赞成，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真的医院提高重救护，都是附设的。但是我想有一部分人又反对，我想我反对什么？那第三部分后来又改又修改又送件。那么改好像是改为把这个是什么改为国际的救难中心，什么就是设备的福利机构，加上一些什么老人的这个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服务之类的，也是以公益为主。那好像又说从建币又多少，中间又有一部分人在管，所以我也不清楚啊、哦。那一拖拖拖拖十几年，拖了十几年，实际我想他的钱很多是人民大家就是这些年的会员大家主动的钱。如果今天这个是私人的公司啊，我说彻底倒掉了，因为他花了20几亿买的地，买了20几年都不能动，你说不倒才怪呢，对不对？那么回归回来，今天这个说明会，我想是慈济在送件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应该就是说明这边乡亲听哈、哦，但有些乡亲实在是误解了，那了解不能怪他，因为他搬来这不久，搬来这不久，所以很多误解了。那以刚搬来这些的开的地形面貌为主，他不晓得过去的怎么样。那么我就简单报道过，今天其实大湖针对的问题哦，其实是哪里？大家说大湖山庄街的问题。大湖山庄街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投票，那叫蒋其所，满20岁投票，那个我经过个木沟才过去，就是水沟从明文坑溪跟明文坑溪跟那个大沟溪下来水就汇集到 B， 就是我们大湖山庄街，就大湖角前面这条街，也就是。现在的这种一个沉沙子这边一直留下来这条，当初这条是没有盖的啊、哦，那个可以看到水流的没有盖的，后来周遭的土地都变为租二，不知道怎么的，那变了以后呢，把整个这条过去有了水就盖起来了，那盖起来后就说每次台风之后呢，上面水聚集很多的时候流水沟流满了，然后就往上游，现在溢出以后就往旁边的住宅的地下室流。两次出问题都是前头那地下室。那么当初这个市政府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市政府官员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建设在里面。当初这个设计给人知道的时候，这边要特别注意，好比说隔边像洗水机旁边这个是给住上去的，一定在地下室不能给他盖。地下室容积你不能让地主吃亏啊，你把地下容积转到四层变五层，今天就都解决了。结果现在是头大，头是大，那两个天气脖子小，我这个脖子就指我现在就是大脖小前面，对不对？尾巴就指我们这个大。所以真正的大家把风险搞错了，是这个敏感地带是在哪里？那么现在呢，敏感地带是怎么处理呢？台风还没到，所以先把大水放掉，当然这点也是个方法啊。有时候上次放了，结果台风没来，我这张大湖出了要水干干的。所以就是讲，我们今天不要把我听到很多的团体问哪来，一直把箭头这个对准的是慈济。其实这慈济今天也没有杀人放火，你最在什么？杀人放火那么多天，你们不对付他？对，错，我就讲，我比较有讲道理。第二点，既然是那边的问题。实际这个问题，它也是依照我们的法律，依照我们建筑走，在台北市的监督之下，我们应该好好跟他沟通配合，不要一味的盲目的一直反对。连我是站在中间的，我看到都生气。不知道在讲什么？为什么呢？
假如要反对英文立场，且不现在把立法委员会，不是把国大代表开掉，把立法委员开掉，我看了整篇都是三周的破坏。对，那就当初这个很破坏啊。假如说要恢复大湖原面貌，就是要把它给开掉啊，不然你就大湖一直这边一直开发，从内湖科学园区，从基隆河沿用捷湾井池，现在基隆都盖起来了，内湖一直渐渐地开发，渐渐地开发，大包大湖渐渐地在发，那你就开发到池地这一步不给它开发，你们觉得公平吗？时间到了，好，你们觉得公平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件事情有利有弊，因为利多于多，利我们就给它开发。如果说开发直接有问题，我切我做啥？有对吗？你们搞改，我切我做啥？我切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意见。大家好，谢谢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谢谢大家，因为好，大家会发觉，其实我们这个很荣幸的劝导哈，这个时间都是非常的荣幸，只是一个淡淡的音乐哈，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让大家那个，好，还是要畅所欲言，可是又有时间的限制。他的地在那边啊，开花最好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意见表达哈。哎，大家会发觉我们真的很想要听大家的声音啊。可是如果那么多人都在说话的话哈，还有好多人举手哦哈，还有好多人举手。好，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就是调整一下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因为这个。